这支影片是阿周在11月3号在台南市中西区永华宫，也是开机永华宫所拍摄的一个庙会奇迹，给大家看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接下来我们就用影片来做呈现。Thank you.
在那边被停车了啦，哎，停车，看我了，对，可以有，那边有电，有车了，我们在哪里啊？
就看我这个脸了。从大开以后，我们保安都叫做老师啊，大一当一个台灯，欢迎。
这边所拍摄的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我的影片，同时分享我的影片给你的亲友看。我们下次影片见。